到深意，等你等到梦也醒，等你等到春天变冬天，才知咱情份已过去。初恋的甘味，恋恋的心的嘴，为何阮这么无勇气？啊，痴情痴情痴情伤自己。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戴中心里长，有请许常德老师讲评。我觉得说，可能我们很难想象里长的那个工作怎么会有一个工作真的无止境的啦啊！然后呢，这么无止境，我觉得红龙榜会办一个里长杯的哦，就是想要让你们哦，这些很辛苦的里长哦，就是放松一下心情啊，关心一下，在这个歌里面关心一下自己。啊，我觉得你今天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有感觉到你听了王明清里长以后呢，心情哦，就是比较松一点。今天两位里长的表现呢，我觉得都非常好。然后那个王里长今天也是真情流露哈，然后到了这个现在第几关？第九关了嘛？八闯九，八闯九。OK， 好，那我们真的很享受这样这个里长博的这个歌唱比赛。我今天分数有点难打哎，我觉得，我觉得两位里长都很厉害，而且唱歌的那个真诚真的有感动到我。我也很难评啊，恭敬起来，好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挂差里定，我感觉你这条歌应该是无什么缺点嘛呢，我迄规个气味都足好诶哦。然后那你明星里长你在唱的时候，虽然是感觉是快乐的歌，但是我听得我都有没有老把塞，很感动。这个整个人情味都在你的歌声里面，所以我也不要怕，我两个真的太赞了，太赞了，太棒了。哎呀，多谢谢老师。